选股比赛五连霸，冠军分析师带您分析盘势，掌握大盘脉动，你就是赢家。许金晶、许丰禄，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20，股市封神榜带你解密台股。观众朋友晚安，欢迎下午3:20收看《九四要赚钱股市封神榜》，我是晶晶。赶快欢迎到我们冠军五连霸分析师永诚国际投顾副总许丰禄分析师，欢迎您。晶晶，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午安。好，看到今天台股的大盘表现哦，是不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鹰派言论，美国这个鲍尔的鹰派言论已经钝化了呢？今天开盘是开低走高这样的情况，虽然早盘哦一度陷入这样一个平盘震荡的情形，很多人说哎，好像是不是可以进行观望这样的情况，不过10点多过后哎，买盘开始进来了，一路追捧走高之后，盘中还一度大涨哦，超过了百点，而且收复了万五的关卡。但是到了午盘之后呢，哎，这个涨幅有点收敛了，因为卖压出笼了。中长是小涨了27点，收在14953，成交量能来到了1830.7亿，量能哎缩了哟。到了今天礼拜三、礼拜二的情况呢，缩小这个量能了。而三大法人的筹码表现在今天合计是卖超了178亿，外资的部分卖超184亿，投信呢是买超的哦，买超14亿这样的情形。好，那这样的盘看到今天电子已经回神了，该怎么看呢？又要注意哪一些呢？赶快请教丰禄老师。嗯，该怎么看？嗯，这个叫做看不懂吗？对，今天的盘真的有点看不懂哎、欸，要双眼直视。用力看，对，10点多为什么突然涨了呢？目不转睛的看，对，10点多为什么开始涨指数，对不对？是是。今天的行情有没有很诡异？其实你看到盘中好像一片欣欣向荣，结果尾巴一看，哎，又压下来了，最后收盘只剩27点、嗯，是，不是一度站回15000吗？对啊，本来觉得应该一直往上直接冲了。对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超级乐观哈。但刚刚经理讲了一个重点，嗯哼，大家看一下现在成交量多少？1800。昨天有2000亿耶，嗯，上礼拜五有2100亿耶，对，哎呦，越来越缩啊！你反弹不带量，礼拜一是下跌吧？嗯，下跌带了很大的量，是，好，相对大量嘛，2000亿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很难哦。你要看到2000多亿，很现阶段来讲看到很难，对。好，来，还是一样一个重点哈，我们从2个礼拜以前给大家看了一只慵懒的猫，对不对？是。我跟大家讲，这边指数来到这里应该要休息。啊，猫又要出现了。猫在这里面啊，其实啊，它就跳了一下。是上礼拜下半周的时候，我说猫要跳一下，欸、真的跳一下，对不对？如您预期。好，跳了一下之后，它现在又怎么样？它又躲到墙角去了。但今天指数这样子走，其实相对比较安全了、啊。它如果真的大涨100多点，那就是完全是量价背离。哦，当然，有些人会告诉你说，哇，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你看不用量就可以攻过去。我问各位，没有量的价是真还假的？反而比较危险，很虚吧？很虚哈、哦，是来还是一样哦？我觉得这边还是重点、嗯、来，用部位控制你的风险跟心情。我不会跟大家讲说这边啊，我们要全力的一个布局个股。我会跟大家来提的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资金的一个水位。好，因为这是一个多空交战，每天都在多空交战。你看外资今天又卖几亿？今天卖了184亿。嗯，昨天卖了244亿。嗯，那是不是就代表啊，今天跟上礼拜的礼拜二也没什么差别嘛？上礼拜是不是先卖了100多亿，又卖了100多亿，然后又卖了100多亿？是。上礼拜一二三卖了400亿，然后礼拜四、礼拜五一个买10几亿，一个买30几亿，然后他一买就出事，他卖比较好了，对不对？好，来，昨天244亿，今天184亿，哎，指数啊还涨哎。那谁接走？那只大户接走，肯定有嘛。还有谁？护盘基金昨天买了59亿，今天会不会继续买？会，但他买的不对，他买的股票不对。像买群创友达，对不对？我觉得比较不具备整体性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最能够反映我们国内经济实力的，应该是在车电啊，电动车啊，这产业趋势嘛。然后生技股大家买起来又怕，因为生技不占全指啊。嗯，那你一下点啊，金融，就我看到今天啊，
那个国泰金啊，一宣布说，哎，我们亏了蛮多钱啊，整体金控亏了8000多亿，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今年确实上半年比较难啊，因为全球股市都在跌嘛。我先前给大家看，挪威主权基金赔了5.2兆，他的博士应该很多啦，硕士也很多啦，绝对比冯老师的团队还要多。他们都这样子，那国内金控这一些是不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佬、大投资界的一个前辈？他们也输啦，这是什么20年首见哦，20年哦。所以我一直跟精英说，我们很荣幸哦，我们过去这2年一直在见证历史，是，对不对？哇，那种暴跌单日超过1000点的，你想看以前我们的指数还有2000多点、3000点的时候，哪可能一天跌1700点？对，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看错，没看错哈，虽然那只有一瞬间啦，对，一瞬间很快就涨回去了啊，那也就是啊，这个市场上哈，活久见，活久了什么都见过了哈，不要见怪不怪，来，我们就见怪不怪了哈。所以这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先用部位控制你的风险跟心情，因为这个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假设真的台北股市要一路往上攻，外资会不会连续2个礼拜的开头都大卖？不合理啊。对啊，因为台币很贬嘛，一直贬值嘛，创新低。那美元指数一路创新高，钱不是都被收回去？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是两面刃啊。啊，但是啊，只要有这样子，我会跟大家下一个标题叫做"机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你上涨的时候，你手中还有一些强势的个股嘛，还有一些产业趋势保护的股票。像今天指数在涨，我们会员朋友的股票也是涨啊，是啊，对不对？那可是啊，当遇到大震荡的时候，我们手上有什么？有现金啊，有很多的现金哦。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手上会员投资朋友很多的现金，我们在等什么？我们要等它在指数修正完毕。我认为指数这一波没有修正完毕。我先跟大家来讲，很多人都说冯老师，冯老师是2年多来都只做多，对不对？不是只做多，我们只是不去做空，赚空的钱。但对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坚持跟大家来报告啊！这明明就是指数还没调整完，个股轮流在往上攻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只要一追，好像就怎么样，就又住在山顶上了，就危险了。哦，奇怪，这主力好像都盯着我的账户，是不是都有派无人机，还是在家里装了针孔？只要我一下单，他就马上怎么样卖出来给我？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现阶段我们要跟很多很多人在多方角力，因为包括外资，他也不确定这个盘到底怎么走，所以你看他股票一直卖，对不对？他期货今天还做多3000多口，他是来玩什么？玩套利。我先跟大家讲哦，外资做期货不是赌多空哦，他是玩套利为主的哦。那再来，内资大户最近有些股票莫名其妙融资一直增，有没有发现？大家想到融资一直增，筹码很乱啊。这个时候还有散户朋友要融资吗？很少啦，大家都被教育得很好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好事。现阶段大多数融资持续增加，股票不跌，那个叫做主力资。但是主力资也有个特色，你只要好胆拉出一根长红，好胆你给他 Q 姐的隔日冲过来帮忙锁的时候，他马上通通倒给你就跑掉。哇，好危险，真的。我们先前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记得冯老师带给大家的中沙？机盖股2个礼拜以前，我们是不是在很便宜的价位布局完之后，砰砰突然一根大长红锁住涨停板之后，就被人家什么逆袭？隔日冲一来，他全部倒给他那一仗啊！据传哦，凯基台北这个户头亏了将近5000万，一天哦。哦，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现在的一个操作要非常非常小心。那在行情很怎么样？很在焦灼的时候，你用什么？用你的部位控制风险跟心情。来，上涨的时候你手中有股票，强势趋势的多头股票，车电、网通、工业电脑、机盖股，他们随时都可以保护你。下跌都非常弱，都怎么样？都跌得很少。你看我们过去正跟大家介绍这些个股，我等一下再给你看。我们从这一路以来，我们所推荐的个股，是不是一大堆一直在创新高？然后它尽管指数在震荡之后，它也会有什么？有拉回啊。但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只有一个什么？向上创高。你等一下可以来看。那下跌的时候呢？你手上要有现金啊，是你才可以买到便宜的股票。哦，那现在还是什么？买方市场。看到喜欢的股票哈，先买一点，不要全压。对的时间点的时候，冯老师会跟大家讲：来来来，赶快把你的持股往上快速的拉高。有钱才是老大哦。
好不好？来，冯老师，《经济日报》台股擂台五连霸冠军哦，欢迎大家加入 FSB 688这个啊，冯老师唯一的官方网站。那也在这里面会有好友的限定惊喜，然后标股研究报告、盘前的操作提醒、助理及时的解答，当然还会有最新的优惠消息哦。在这里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啊，有什么看法、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来做讨论。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帮冯老师订阅、点赞、分享，让更多人看到我跟金星主持的《就是要赚钱股市封神榜》。我们相信啊，我们这过去这两年啊，一定有帮到很多的朋友。那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尽我们绵薄之力哦，让大家在股市里面啊操作的更为轻松。来，这个是最近大家都很担心的东西嘛，啊，这个是美国Fed的主席鲍尔一直在唱音调嘛，对不对？啊，暗示九月会升三嘛，他其实已经基本上是明示了啦。但是不是很多人在期待说可能会升两码？有没有可能会升两码？也有可能。现在的一个天平大概是50%，50%。你也看到另外一个费德的官员说他支持升两码，那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上礼拜五，美股本来在正式的一个鲍尔在没有讲话之前，另外一位官员一讲话，他的一个指数是往上涨的哦。结果等到鲍尔在讲的时候，鲍尔就明确，我们这个通膨要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们要怎么样？高利率很长一段时间来对抗通膨，然后结果就反转向下，哇！同样的官员，他们也有怎么样做两手策略啊？对不对？就表示说他们真的现在有点慌，有点不晓得怎么办。我说过哈，鲍尔比较可惜啦，他可能能力没有那么强，他是我见过这二十几年来，冯老师在股票市场里面见过相对来讲应变能力比较慢的啊，这个费德主席啦，过去这些人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以太大诟病的，对不对？但他确实动作太慢，尤其是现阶段这两年啊，全球都在冒出新的历史、新的一个事件 ，COVID-19 以前也没见过啊，这全球大流行的，而且不是流行一季、两季、三季、四季、五季、六季、七季、八季，已经连了快要三年了，静静马上又要到年底了，真的快三年了耶。我们的生活都还没办法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想象吗？很可怕哦。嗯，这是现在社会变化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也变化很多，网络，对不对？然后远距离的一个生活，极端的气候，哇，这两天天气真的还是爆热，哇，我们看到各地啊，像中国大陆地这么大，结果呢，地大当然有它好处也有坏处啊。像它的鄱阳湖啊，说到什么？都已经快要变草坪了哦，盆地了，知道吗？然后那个四川啊、重庆啊，因为它是大盆地啊，一缺电的时候，一缺水一缺电，哇，像个火炉一样啊，大家都往哪里走？突然大家就很爱学习了，都跑到什么图书馆去排队？对，或到地下道？对，吹冷气，地下道，对，地下道比较凉哦。对，不在家里睡觉，去地下道睡觉。生活形态很改变哈，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真的也不能怪鲍尔啊。但是我们要学的跟什么？跟危机共存，我们不是跟病毒共存而已，我们要跟危机共存。每天都好多危机，股市操作，冯老师一直说，它基本上是一个痛苦财。涨的时候你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喜悦，但是又压抑着很痛苦，我要不要卖出获利了结？跌的时候更痛苦，我要不要停损？还是纠结？对，还是我要继续加码？啊，可是我加码还会继续跌怎么办？股市是很两难。真的好纠结，每天都在纠结，对不对？不用纠结，跟着冯老师啊。冯老师啊，过去这二十多年啊，看了那么多的股市大起大落，起起伏伏啊，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我希望啊，你们可以把我当成你最好的朋友。纠结就丢给老师就好了，纠结就丢给专家。对，因为我们有我们学的一个方法。是啊，你不会看到我跟你讲说，我买到最低又卖到最高，我天天都在卖涨停板，因为不太可能啊。要做到也不是不行。你就是你可以去锁涨停，你就天天都有涨停。但冯老师不是，这不是我的操作策略哈。好来，美国的利率要维持高档哦，这主旋律。所以啊，未来的美国它会持续把钱再从新兴市场抽回去，再从欧元区抽回去，再从亚洲区抽回去，全球的钱都会流到美国去。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但是啊，这个对我们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的一个企业来讲，它是两面刃，接待能力会变强，这是基本面变好，有汇率的什么汇率的这个收益，这是另外一个好事。
但是坏事也来了。啊，你不能鱼与熊掌都兼得嘛，对不对？啊，你一美金一强，外资怎么办？金来酸，钱跑掉，股价就没有撑哦。本益比会修正，请大家注意，这个是资金外逃的本益比修正，不是基本面不好的本益比修正，这又是两回子概念了。哦，这有时候股票市场就是这么复杂。来，费德的量化紧缩会九月全速推进，好，请记得九月会全速推进。我们昨天说到，已经从450亿增到950亿哦。哦，是，因为可能应该 maybe 原来是475亿啦。好，那你要记得，这边啊，外国人的钱跑得更快了，你要看内资能不能接得住。我真的知道，也真的相信内资很有钱，哦，但是他们的一个做法有时候不是大家能够掌握的，因为他来得快，去得也快。哦，外资有时候动作慢一点，还会被内资修理。哦，请大家先注意。来，道琼指数哦。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说，我这一条支撑线被跌破，它一定要回来测季线来了嘛？那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支撑嘛。来复习一下口诀哈，支撑跌破会变什么？会变压力嘛？那去找下一个支撑，下一个支撑就是什么？季线嘛。这里还有一个颈线区，其实颈线画过来也接近季线，所以就不多画了。好，所以在这里最好的结果是你不要破季线，在这里整理。但礼拜五会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请你先注意哦。这两三天都看内资表演，外资基本上不在这个范畴。你看到大买的外资都是假外资，哦，峰老师冒着被人家修理的一个风险跟大家报告。你只要看到那种大买8000张、9000张股票涨停板的，那基本上都是假外资去锁的，好不好？外资买股票不会这样买的啦，法人买股票一定是一档一档垫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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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高，他不会一开始给你拉到涨停板。他吃不到货的，来，回到季线，在这边做整理就好。好，所幸他来到季线之后，量有稍微缩一点，好，继续让他整理一下，最好在这边整理就好。那礼拜五啊，要公布8月的非农就业数字，啊，那如果这个数字啊能够难看一点就好。为什么要难看一点？难看一点啊，就没有强力的一个数字可以支持美联储继续什么？大力加息，因为他已经讲了，好，你可能要牺牲一些经济数据，但太差也不行，哦，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哦。纳斯达克我说过，这个支撑跌破也没办法，他势必要来测季线，跳空下来。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说，其实虽然经过了道琼千点，我认为指数还是会跌，哦，还是会跌，那也没错，道琼还是跌，纳斯达克也是跌。费半这边呢，啊，季线是向下，所以它继续挑战这个颈线区的支撑区，今天也被跌破了，所以今天尾盘的台积电是不是下来？是。我们请大家看机概股有没有请大家操作台积电？没有。没有哦。为什么？量能不足，然后外资提款，台币贬值，再好的公司也要什么？也要人去把它推上去。才可以真的股价涨上来，哦，诸葛孔明很厉害，没有刘备把他请出来，他还在里面怎么样，哦，天天读书种田，就这样也不能成就大事，对不对？一样的道理，股票是一样的概念，哦，来要稳，来来来要稳，你看美元指数再创20年新高，这是我一直很担心的事情，一直创新高就会一直抽钱，一直抽钱，一直抽钱，那要持续往上攻的力道就会弱，但往往都是一体两面啦，内资接上来也可以啦，但你要了解这一波新的内资进来，它的操作玩法是什么？不要跟以前那一种，走一波，一个涨停就绕跑那一种，会好一点。哦，美元指数，请大家看，我认为随时还会再创高110，我认为不会是终点，我认为不会是终点，时间还没到，这个不确定性会持续到9月正式升息之后。然后他还会再看下一次的升息时间、升息幅度，要让市场再去解读。因为现在市场已经不相信费德了，他就是不相信费德，这是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好，哦，市场不相信费德讲的话，好，哦，这个是比较麻烦。好，哦，又要稳，台币重贬1.78角，热钱绕跑。其实8亿美金换算成台股啊，那是几亿啊？200多亿嘛。那昨天有没有卖200多亿？也有嘛，
跑了就跑了。我们内资其实很有钱。来，台币哇，这个一路这个走势啊，不回头，请大家注意哦，台币一路往上冲，这个叫做什么？贬值哦。你现在30.45才换一块钱美金哦。年初的时候是27.8哦。我那时候预测它会到27.5才动，抱歉，风老师猜错了。它只有到27.6，差了一角，很可惜，不然的话，今年可以卖到换到最好的一个位置，但没关系，在那边没拿到了，我们把股市拿回来。来，加权指数这里啊，请大家真的注意，轻指数重个股，这边的指数很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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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控制住的，是真的很假、啊，你不觉得今天涨很假吗？其实我不看指数，我觉得今天涨200点。但我一看到指数跟成交量，我就觉得这个很假，这个大家一定要千万千万怎么样，要小心，这是个甜蜜的陷阱啊！哦，你看这个支撑线，今天有没有站上去？没有哦。来，季线往下穿过月线，短天期均线超过长天期均线，这个叫做什么？转强。长天期均线穿过短天期均线。这个上档的套牢卖压就会比较大，要注意。但这个是指数的部分，今年因为有选举年，它就算指数没有大涨，个股会有很多的机会。尤其上半年那些投信啊，很可惜，艰巨的护盘使命却被人家用后即丢，对不对？绩效不好，你都叫我一直护盘，结果呢，盘就不好啊，你又拼命叫我护，那护完了就说我绩效不好，把我换掉，很无辜。所以这一次的投信就比较精明，他们会去挑一些不会被外资盗的股票，请他注意哦。这一批的投信其实啊，跟我过去那一批看起来的，我的观察不太一样。他会去找外资没有大买的股票，外资不会有手中没有很多库存的股票，然后公司派本身在去年没有大涨的，那今年他有新的故事、新的题材，而且啊，公司派很认同自己公司，包括会自己买库藏股的。会开很多法说会来跟大家介绍，说我今年做了什么事。好，我跟各位大家讲，好，我们一定要学习社会化，公司也要学习社会化。很多好的公司股票不涨就是不涨，为什么？他不会宣传说他到底哪里好啊？没人知道你好，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不够好，你在股市里面就是不够好。好，那风老师专门去找这些公司，我要去了解他们，深入的研究他们，那是不是就创造出很多标股出来？很多风老师以前的标股，当时没人知道他是标股啊。嗯，金星，我没有讲合一之前，有谁知道合一？是啊。我们50多块讲70多块再加码合一最近还是很标，对不对？虽然他只靠一条药，我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热心的观众朋友说他是医学博士，他打来跟我讲说，风老师，那个有可能是骗局，有危险哦。对。我说我觉得如果那个股票啊在低档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好，在高档的时候我们就要担心。就那个时候啊，冲到300-400块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什么很重要的警讯，对不对？很热心的观众朋友，真的很感谢他哈。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轻指数，重个股。那你要小心，小心谁？小心内资，也要小心外资。那你要留意什么？投信，他们才会有延续性。那当然喽，冯老师每次布局的股票，布局到最后都是谁最后去扛？会认同啦，不能说扛，投信会认同。最近投信很认同一档股票叫药圣。对，我没有讲药圣之前，有没有人知道药圣是谁？没有，第一个讲的就是老师啊。应该没有吧？对，所以你刚刚讲合一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药圣。是啊，应该没有人会想到他吧？来，我们来看，先来看基盖股。这是现实索取的，因为这是离我们最近送了一次资料嘛。我这边有特用化学。耗材设备再生晶圆 IP， 今天有一档公司它又有设备又有特用化学，还是耗材的，今天攻涨停，但它之前成交量真的太小，等一下给大家看。好，这基盖股今天还上品还很强，对不对？中沙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给大家之后，它就在那边创高之后就什么拉回休息整理嘛。那今天的 IP 股有一些震荡，昨天大涨，昨天人家跌300多点它涨，那今天震荡合不合理？合理，好不好？这些都是风老师看好的，但哪一些是我要持续操作的？好，这个就是我们会员朋友持续跟着我们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什么时候我会再去布局这些股票？好，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一波最强当然是上品特用化学嘛，对不对？
好，不多说它的内容，好，因为股票其实最重要大家想听的还是四个数字，对不对？来4770的上品，请看8月17日要给大家来索取的时候，它收盘是275，之后一路往上攻，创新高，继续来，然后再继续创新高，一路走，完全不回头。然后呢，昨天有没有拉回？有啊，昨天那样子一定要拉回休息嘛，对不对？这不叫正常啊，毕竟这个还是正常的什么？好，这个是正常的股票，对不对？不是妖股啦。好，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往上涨？对不对？这一波下来，从275到最高，涨了超过100块，是不是？这是峰老师选出来的股票，大家都有拿到这个资料嘛？而且我这个是没有盖的那一个哦，因为这个啊，我相信，因为公司好，不怕大家来操作。来，宏硕今天攻一根涨停板，来，这是做什么的？人家上半年就赚12块，怎么叫是不涨啦、啊？本益比就只给10倍啦，为什么？因为去年啊，哦，很多的投信啊都是什么，一直买一直买，买一买买一买，结果人家、啊、认为说自己啊，今年才有真的大机会。但你把股票扛这么高，那就买不到啊，惊奇，对，所以就怎么办？先压回再往上走。我可以跟大家来讲，它是什么？台积电过去积极扶持的十四人设备的供应商，这是其一。第二个，十四人设备叫什么？清洗设备嘛。那清洗设备还要有什么？特用化学药剂。人家他还有一间公司是做特用化学药剂。这怎么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啦。我卖你洗碗机，还送你，还在卖你什么？洗洁剂。哦，还有光亮剂啊，光盘剂，对不对？哦，那很多呢。哦，还要什么？还要放盐啊什么的。很奇怪，很多东西哈，他就是卖这些耗材啊。这个东西以前都跟谁买？跟日本买。那现在台积电是不是要培植在地化的供应链？要不然哪一天美国又制裁你，他说哎，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他是不是培植自己的一个供应链？宏硕就是这样子。好，那股票一根长红，恭喜，这是攻击发起线了。技术面上来先补缺口再说，这里是大套牢区啦，也很快就到了。按照上品的走势，它也很快，不过它量比较小哦，这个是基盖股的概念。再来，你来看，我们给大家来讲的供应链呢，我说我选股票真的不是乱选的，真的。哦，今天早上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以前媒体的朋友，传一张照片给我看，他说这是9年前的今天啊，你在三立的节目上面推荐分析一档个股，叫做3023的信邦，哦，车用连接器。哦，我仔细一看，那时候自己真的是还算是个瘦瘦小帅哥，小鲜肉。哦，现在先变成胖胖财神爷也不错啦。好啦，那我看了一下那个时候信邦的价格是多少钱，绝对想不到，31.85，当天涨了5%。嗯，结果一看，今天我一下看它的股价，今年最高300块，现在还有270。哇哦，原来选出来的股票9年后还可以再创了将近10倍 的一个高点，这是我选股实力，大家可以去看哦。那你要看最近的个股里面，这些工业电脑里面，哦，除了最近飞捷比较弱，我跟大家报告它已经出现一个 M 头了嘛。麦当劳出现，我有跟大家先提醒，对不对？好，你来看一下今天还有谁在创新高？振华电是不是在高档强势整理？指数跌跟它有没有太大关系？没有啊，我们是在这里跟大家报告的。来，振华电、微强电，哇，这个真的有强，名字取得好，真的有时候比较强，对不对？又强，来这里又黑又强，是不是？又微又强，从这里开始一路走到今天创新高，走的不像其他我们买进的那些股票更飙嘛，像那个波若威蹦蹦两天就20%，对不对？好，来也是很强啊，又悄悄创新高，广基今天也悄悄创新高，是不是都是你之前就可以拿得到的？来，这是峰老师的选股，对不对？车用电子。哦，今天这个药声又开始了。好，我之前跟你讲的汉磊100块以下布局，到现在也有10几个百分点，对不对？那普成那个时候，然后建和心慢慢的翘起来，药圣，哇，真的是真的强。8月15日你才看到报纸全面写电动车链1000亿商机，我们是7月底给大家的。近期又看到了加州2035年前禁售汽油车，然后你又看到了2025年电动车市占要冲20%，然后你就看到了8月17日，你才看到的普成要冲车用。普成我们是7月14日跟大家报告30块，一路攻，最高攻42%，哦，然后来到这里之后谁在买？
投信在买，对不对？来，再来看电动车快充，8月26号你看到，我跟大家5月30号讲的药圣，隐藏版的充电桩，来30块，攻一波拉回再攻一波，今天又攻涨停板67%。翁老师推荐分析的个股，基本面一定是最重要的存在啊，啊，基本面一定是很重要，才可以支持它股票一直往上走，对不对？今天啪的一声攻涨停，来。车电股，我最近一直跟大家来讲，这就是新的喽，这就是新的喽。敏实集团的车电股淳安，你来看，我是8月20号告诉你，然后开始就拉出一根长红，震荡之后，今天还在什么相对高点，大盘跟它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但它现在的量还不太什么，均量还不够，哦，市值还不够，所以怎么样，投信还没有进场，但随时会有机会，哦，精确。也是敏实集团电池盒，哇，今年来看的话，缓步的往上走，不要觉得它涨很多，它不过是回到它减之前的价格而已，营收还没有当成它的一个催化剂，现在光是一个理念而已啊，订单呐、啊、到手而已啊，还没有真的完全的出货，就已经涨到这里，但这个都是什么？刚开始，等到投信也进来加入这个布局的话，波动往上走就会很快，那当然喽，这些都是。你在最近你会看到很多的新闻，但你看不到新闻的那个爆发力才是最强。来，车电概念股的恒耀，扣件是什么？螺丝螺帽嘛，哦。来，我先跟大家讲，今年最重要的一个增量来自于特斯拉的 Model Y， 底盘轻量，原有的紧固件之外，还加个结构件，这个是独家提供，跟大家来报告哈。车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所以所有的认证时间非常长，这个东西要再认证最起码3到5年才有机会，甚至于会有的高达8年，因为这是牵涉到车身的一个安全性。来，股价这一波我说它是缓步的往上涨，到这里才刚刚开始放量，现在法人已经在积极准备要怎么样，要去拜访它。来，昨天前天，来，指数跟它有没有关系？没有哎，今天有没有串短高了？我可以跟大家来讲，这两个股凤老师非常看好，因为有特斯拉独家的东西，法人非常积极想要来参与，这些我们都提前掌握给大家，这就是凤老师的选股，欢迎大家哈，来跟着凤老师一起操作，现阶段的一个关键，你们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千万一定要用部位来控制风险跟心情，因为这个波动会非常大啊，上涨你的时候你手中一定有股票嘛，下跌你更要有钞票，任何的一个需要峰老师帮忙的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电话后来的来跟峰老师的团队来进行同步的操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留言，也预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愉快，我们明天见。好了，非常谢谢峰老师的解读跟操作的建议，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下午3点20分也请您持续锁定九四要赚钱股市丰盛榜，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拜拜。